你有必死的决心吗？死有什么好怕的？看那边，城外山上有座庙，门墙涂着红色朱砂经文，别弄错，在那里等我。这里的事，去吧，不用你管。是的。 大法师，我们要分别了吗？嗯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三妹，乖，大法师已经照顾我们十几年，是时候寻回自己的人生了。过去他不快乐，今天终于振作起来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们应该高兴才是。没错。可我想念大法师的话，怎么办？又不是生死离别，何必伤感？我们还会相见的。没错，一定会的。大法师，保重了。终于烧完了吗？嘿，烧九炉着火好，这种有伤风化的鬼地方早该烧了。哎，看，那是唐三藏吧？坐在那儿干什么？已经一日一夜了。他还活着吗？看不清他是人是鬼。哼，当初还以为是什么得道圣人，谁料一到长安城就开酒楼，圈养了一群凶神恶煞的流氓，我都不敢让我家小孩接近这里。 文人一样，酒肉女人硬要骑，哪有这样的和尚？简直是败类！赶走他吧！好，大家一起上！好，上！人生充满苦难，而苦难来自欲望。我曾想超脱尘世，断绝七情六欲，现在的我领悟了更深的真谛，不能入世领受七难八苦，又谈什么修道悟证？ 这16年，我并非一无所得。灯了，他还没死。还在睡。 什么时候了？天宫的杀手随时会来。大法师，叫我师傅，再叫错就打你。师傅，这所古庙里面有什么？要走远路，必须有所准备。这里收藏着我上次西游的随身之物，有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必须带着。 师傅16年前西游的随身之物，哦，一定是很厉害的东西。也没什么特别，都是一些书籍、古卷，一些琐碎之物。啊，师傅，这里有其他人的气息。哼，你的感知能力倒也不错。我当年西游的一位同伴也在这里，你可以去跟他打个招呼。 啊！龙人，他叫敖雪，原是东海龙王的第3子，天性乖戾，到处作恶，遭龙王驱逐出龙宫，后来更被杀星观音逮捕，以脱胎换骨之术化为一匹白马。白马，他是我的坐骑，与我一同走完10年西行之路。任务完成后。 他杀心未除，因此将他禁闭于此。16年间，我每月都来看他几次。他的气息很弱，一动不动的，会不会生病了？没事的，他一向都是这样子。既然我已决定起行，留他在这儿不大妥当。囚禁了16年，也是时候放了他。他身上有3根银针，拔他出来吧。哦。 是的，师傅。师傅，已经拔出来了。然后呢？师傅，为什么你突然站到这么远啊？唐三藏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囚禁了我16年，今天终于肯放我出来了。敖雪，以你一身罪名，囚禁16年是最轻微的处罚，而且我看不出你有丝毫悔过之意。悔过什么？那个不男不女的混蛋将我变成一匹马，任你骑了10年，还想怎样？啊！欺负人也该有个限度。成功取火，我也有功，老板。回来之后还要囚禁我16年，怎说得过去啊？你分明就是要报仇，对我怀恨在心。我要报私仇，你早就死了。你在指责我的时候，为何不想想自己？想想你曾经干过的事，这个世界没有欠你，是你亏欠别人太多了。这家伙是谁？他叫白狼，我刚收的徒弟，是一头狼妖。懒得理会你们。唐三藏，后会有期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16年了，我终于可以再感受到这广阔的天空了。还有久违了的人类的记忆。